一个，我们下一关要赢。没关系，我的队友有听到线索也不错。那我今天是来捡肥的就对了。没有啊，不要这样想。下两关，懂吗？你队友听到线索，有人去认你，有人去认你，你会信吗？重点是，对啊，你们我都信，许梦哲不会。真的吗？他我不会。如果人不信，人不你也信吗？不，算了。那认错就死了。会不会今天刚好你跟他原来那个模具没有，可能没那么倒霉的。太容易死了。你们要输过，然后你们俩偏偏不信对方。我以为是要先变士兵，然后再变士官长，然后变将军。没有，他是等级而已。那你现在士兵可能就会死。你已经知道自己的国家了。不止国家，我还知道我谁。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你知道你的队员吗？知道了，这么快啊！知道你的队员。那还有 level 3吗？所以要获胜。可是他当那我 level 3还可以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队友是谁。我们今天来到观音怎么好像观落音马上就知道了？他知道队员是谁了？他直接告诉我你是谁啊？那就知道国家，那你就知道你的身份跟你要找的人是什么？那就依序啊，你就知道你国家有几个人了。对。那我会信啊！为什么知道他们两个 level 2？ 他们还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们赢了就 level 2啊！大家一开始你们现在都 level 1啊！哎呦，打电动就是这样子，你没过关就不会升等啊！那 level 3是怎样拿武器哦？ level 3知道哎，还是他们直接杀掉？还有叶心美，不是手真的氪金，对啊。啊！大家都升级了，对啊，这集是不是赶时间啊？对啊，我也直接跟我们讲谁，我也吓吓，我以为我会得到，比如说你是帅的还是不帅？名字三个字，哇，我是帅的，你是帅的，我是帅的，你是帅的，你是帅的，角色，你说那就是要么就孙权，要么就周瑜。那我问你，我帅了，中了对不对？你是没有绝对音感，哎，太扯了吧？接近。直接告诉你真的，直接告诉我，哎，你们没有赢，真的我升级了，太可惜了。那你们的角色是在打三国无双的时候会想选的吗？我的角色我不会，不会哦。女生，不会，可能没有很强。我这角色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角色，真的吗？两个字嘛，对不对？两个字。他要娶到好老婆吗？没有，四个字，四个字哦。哦，哇，你那是战国无双吧？打错了吧？哇，真日本人，对，服部半藏，丰臣秀吉，丰臣秀吉，德川家康那样。哎，我觉得你刚刚有知道你是谁吗？有啊，他就直接跟你讲你是谁这样子啊。对啊，那你知道你是哪一国的？就是你知道的角色基本上就大致的。所以这个你的角色是你认识的？我认识的，我认识。那你会选吗？他认识的不多啊。我会不会选？他认识的不多啊。我可能不会选，他角色比较 popular。他是 popular。曹操啦，刘备啦，然后人家不会选的。对，应该是这类型的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就算赢了，去看身份。如果你搞不懂三国的角色，你可能会有点苦恼。这个你是不是不太清楚？你可以问啊，我们帮你解答。拜托，我太懂三国。对，他每天在玩三国志。对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好，有赢好吃。好期待 level 3会怎么样？对啊，我也好期待，突然间好期待。OK， Let's go。会不会我们就这样下去呢？这个尖叫机好逼真啊！来，前三回合，每回合分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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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三回合每回合分别抽出三个人，然后各取一名，然后第四回合就落败的六位进行败部复活战，再取一位，总共四个人。OK， 好。那形容的方法，比如说一只长长的可伸缩，下雨。拿来挡雨，雨伞，鞋子常常放在裤子口袋，大家说一大包。OK， 那就是雨伞，折叠伞，折叠，而且要折叠的，折叠不能拿整只的，对，整只没办法放进口袋啊。哎，它也不能伸缩，一定是折叠这样。那你下次就放整只的，他们说你又变大包，更大包，但没有那么深的口袋，而且不会缩回去，随着年纪下垂的。哇，所以要在地上爬哎。这个温度。看一下场地。好 ，OK，Let's go。在这里哦，还是好恐怖哦，还有点太烫了。对，烫伤。果然宝宝就闻的人倒一样。因为有你陪伴，感动就让忘却所有烦恼。